短时间立刻就成了网红拍照的热点。不过27号晚间呢，这个神柱却突然不见了，现场只留下一堆的石头和更多未解的谜团。穿越沙漠就为了看一眼神奇金属神柱，眼前却只剩下三角形铁板，先看来是金属柱烙印红土的痕迹。上周五这根3公尺高的金属三角柱离奇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堆叠在地上的石头，不少游客扑空还是要拍照留念，甚至有人哭搜制图说是外星人抬走的。 Maybe this is like a Banksy style art project. Artists might not actually want to come out and claim this was put on public land and that was technicallymake it a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. 美国犹他州沙漠这根3公尺的神柱，在这个月中无意间被人发现后，立刻成了网红拍照热点。不料不到两个礼拜就无故消失，让人匪夷所思。不过在它消失之前，不少人冒险前往近距离拍摄，还进行各种分析。Y'all wanted the magnet test, so I didn't bring a strong enough one, but not sticking. Okay, those are the attempts.神柱没有磁性，而且是中空，不是实心的。三个面是由三片金属拼接组成。当地政府否认是他们移走神柱，但对于它的由来和去向仍是一无所知。不过，不论是外星人的杰作，还是电影道具或艺术作品，神柱的出现都为民众增添了生活乐趣和探险的刺激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